觉得自由是什么？有些回忆跟你当下享受的感觉是必须留在那里。为什么在爱情里面要卑微呢？每个人成功的定义不一样吧。我觉得朋友就跟情人一样，我就是只是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带欢乐给人家的人。只有你继续前进，才能够好好的继续过接下来的日子。我知道有 Kendra， 我和小爱，一位是新朋友，一位是旧朋友，所以难免会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是期待多过紧张。嗨 ，Hello， 嗨，对，嗨 ，Hello， 我刚睡醒。其实我好像没有，真的是。有跟小爱面对面讲过话这样子，哎，就不认识，完全零。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初次合作。对，然后有见过你。没有哎，我应该只是见过你一次，在电影首映里。是是，我们有来，好像擦肩而过这样子，但是就没有正式打招呼。啊 ，Hello，Hi， 坐这边吗？坐这边。我看看，我坐这里。哇，他好帅哦！真的，你今天好帅耶！为什么你这么帅的？因为我觉得我充当不了美的角色。哇，他真的讲哎，你这个不是美姐说的吗？美姐讲这种话，哎呀，你们认识吗？我跟他有点心结，所以我没有什么结果。我们之前翻过脸。啊，嗯，可是我们最近才和好。是是，为什么会翻脸？为了一些私人的问题啦。没事，感情的事情过了就算了。哎，你又说是感情？两个女人吵架不是为了感情，就是为了什么？你不可能因为哦，我刚好买这个包，我要买这个包，我要买先，我先看到，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吵架嘛？没有，我们骗你吧。所以你们认识吗？认识，认识。哦，这我不认识。就只有你不认识。OK， 可以，好。OK 啦，也好，就大家这次旅行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我跟他不算认识啦，然后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可以玩到很疯的人呐。就大家这次旅行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应该是都在不同的领域的，是吧？是，我可以跟或者是 lead， 两个都行。我觉得我应该是。照顾大家的那个角色吧，应该。坦白说，我自己是有期待，但是也是有紧张。女生要么就是很聊得来，要么就是我要十个男朋友，搞个啊，十个，分一起来，为什么你一个人那么多？没有，你也十个，一起十个，三十个，总共。他的世界真的是围绕着爱情啊，真的。我是一个恋爱脑的人。有太阳，然后又有凉风，是是是，很凉耶，真的很凉。如果掉下去，这个节目就好看了。好啊。哎，那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吃饭的地方哎。秀水，你还好吗？嗯，这棵树好美哦，这样子。哎，我可以拍一张照，你们要拍照吗？我帮你们拍。帮你拍啊。不用紧啊。那边有的坐着哎，我们要去走吗？哎，怎么不能呢？没有开店吗？没有，这边用完了。才来吧，就弄完了。哎，有小溪啊！哎，这个小溪也真的很小哎。其实会可以动那个水的吗？会冷冷的吗？可以吧？感觉还是不要了，你还要去洗手就不好。你看，这个是什么？鸟笼鹦鹉啊？鹦鹉。Hello， 呱呱。哎，是呱呱吗？他叫什么？你要讲人话。笨蛋 ，Hello， 笨蛋。他是笨蛋，他不会说我只有讲话。
笨蛋，笨蛋。哦，那鱼好大哦。哦，真的哎。要不要过去喂鱼？要要。过去看一下。哇！好大条哦，是用大条来形容吗？是用大条来形容，应该是一条一条的，你知道吗？好啦，这个很像以前小的时候去动物园啊。手手手，啊！等一下 ，OK， 来喽，咻！耶，有点像兔子大便的那个，哎，有点像兔子大便的形状哎。是哦。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感觉哎，感觉他们是来了，感觉他们是一个啊，来了来了，就是要够多他们才会来。嗯，啊，他们在这样子游哎，哇，很美，他们在转哎，是是是、啊，我要拍，我要拍，想要拍，你们拍，我帮你们撒，准备好了吗 ？One, two, three， 哦，哇，哇，真的好漂亮哎，真的，哇。吃饭前我们先消毒。OK， 来，谢谢，谢谢。有啥菜？有咖喱鸡、豆腐。不如我们先擦一下我们的盘子。哦，好啊，谢谢。然后我要擦我的盘子。我感觉好好吃哦。是，手比较长的人给我一点饭。我们要擦干净。等我一下，你们坐下。哦，我们坐下。OK。喂，哦，谢谢。哎，你们要你要多饭还是少饭？我要。做你的私生饭，都可以啊。这个冷，这个冷，直接全部进去、OK、吗？可以，谢谢。OK， 你要多饭还是少饭？我就一点点就好了。锅在哪放？一点点。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嗯，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可能外表看起来比较强势，但内心是很好人的那种人吧。这样子看起来会觉得比较难接近，但他们里面每一个我遇过的每一个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我跟我想象中的你好像没有太大的落差、可是有一个给我惊喜到的是你对你的工作真的很认真。嗯，是的。你要多吃一点菜，因为你的抵抗力弱，菜要吃多一点。好的。你要乖。谢谢大姐。我们其实有一个秘密任务。OK， 这秘密任务是彼此守护。你的守护对象是 Kendra。OK， 啊、OK， 隐藏任务，主动递食物或者饮料给对方。OK 了，我是处女座，小事。我疫情的时候很忙，那么睡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忙的方式，忙睡觉。有啦，我都有在看。学习东西啊，看书啊，还是在网络上看一些影片啊。Kendra， Kendra， 我反而在这个疫情当中更加学会怎样去找那个平衡，不管是疫情的关系还是岁数的关系，我觉得是隔离的关系。我觉得我更加注重仪式感。以前觉得仪式感这个东西很做作的。你说仪式感是要懂情人节或节日，还是？我觉得不一定，可能你今天喝水想要用一个漂亮一点的杯，也算是一种仪式感。我觉得仪式感它是可以从很小很小的事情当中发生。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生活当中学到的，比较从这个疫情里面比较大的改变。这里有人不会骑脚车吗？我会，我真的不会。怎么这个这样难上哦？要推你上去吗？你还站在我前面吗？我很快乐。你真的很稳呢。我会骑。真的哇，你真的好棒哦！我的隐藏任务是赞美对方，然后跟他们讲，你真的很棒。记得按这 break 啊！呀，用力用力！我已经转了很多个圈了，你还在这边。我至少每个十秒，各位。
我流汗了。OK， 我今天学会骑脚车了，可以了。所以你的人生中的其中一个里程碑就由我们参与。来，你们有人怕高吗？你们有人怕高吗？我只想静静不讲。我还好啦，我好多蚂蚁。你没有淡定。OK 啊，我先帮你们试看这条桥稳不稳。OK 哦，好像很稳呢，蛮稳的。OK， 还有蚂蚁，吓到我！这一天应该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的天空。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来到这边真的是很想要好好放松，因为看到很多树林啊，然后又看到山，又看到水，又看到很多小鸟，就很开心。对，本来其实还是有一点 stress 的，因为我们在城市生活久了嘛。然后就会感觉到哦，手机很重要 ，WiFi 很重要，对，就觉得哎，手机其实没有很重要。小心，小心哦，小心小心。需要我扶你吗？没错，惧高症。哇 ，Guitar。好了，我们脱鞋吧。我觉得绿色大自然的旅程对住在城市的我们来讲是还蛮有魅力的一件事情，感觉真的是有静下来的感觉啊。哎，等等，你的头发谢有遮住了，遮住 OK。 为对方盘头发或者擦汗怎么奇怪的 Emily 应该不会发现的，比较大啦啦一点。你们觉得自由是什么？自由啊，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挺自由的。像你们觉得你们是比较属于享受自由还是喜欢牵绊的人？我是属于享受自由的人。我是希望可以找到另一半是可以 sharing 的。嗯，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吃东西，我跟谁吃东西我都想跟他分享，我看到自己哎有什么漂亮都想要分享给他。如果有一个对象的话会想要这样子做？会会。生活或者是我们人不能全部东西都是二选一的嘛，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一个灰色地带，就是我们两个东西都需要。因为太极端的自由的话就会变成像你们茶要加糖吗？我不需要谢谢。 OK， 所以如果太自由的话又会觉得久了之后会觉得孤单。我会啦，我觉得会很寂寞。哎，哦，我觉得会很寂寞，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自由跟牵绊都参半。嗯，我是很向往自由，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啊，怎么人这样不自由的？我觉得人好像真的没有办法达到百分百自由。我开始对自由这个字眼有一点模糊，因为我听了你们每个人讲的跟我自己懂的，我好像不太需要自由。嗯，你喜欢有人，喜欢有人，喜欢有人的陪伴，有人陪伴我做每一件事情。我觉得每件事情都需要代价的，世界上这样的美好的东西不可能全部都拥有的嘛，所以你要有一样就也许要有心理准备放弃另外一样。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给完你自由就不好玩了。每个人定义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说走就走就是一个自由，我觉得在自己的空间那个 me time 就是自由。可是在某一方面也一定会有吧，应该是所谓的 me time， 我就想要自己在关在房间里自己跳舞，没有人打扰我。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解放我自己的自由吧。嗯，这样我觉得 me time 也算是一种自由啦。你 me time 的时候会做什么？很多事情，就是比如我平常不喜欢做这一件事情，可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做，就是想要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不一样。就来弹一首歌给你们听。来，你们猜看，你们听得出这是什么歌吗？这个我听得出来。
有灯吧？会，我觉得这里晚上应该看得到星星。我想看星星，真的，我们好浪漫哦。现在我们其实想为小爱庆祝生日。哦，他生日是什么时候？他生日就在这几天。OK。然后，好 OK。然后你帮我可能装饰一些东西。可以。对，给一个 surprise。这东西他不知道的。OK。OK。OK。哇！心哦，哎，真的，节目组好有心哦。为什么这个没有气啊？完成的。Oh no！ 哎呀 ，OK， 拿一张椅子来。OK， 这个我先放在。你觉得小爱会有意想到我们做这个东西？他蛮聪明的，我也是觉得他蛮。我觉得他应该有可能会猜到那个。这样啊，遮住他。OK。那边也是掉了。喂，选一个。我要。好了，我要这个啦。这个最特别给他喽。是哦，这个最特别给他。对。OK。你 OK？ 你 OK？ 你 OK？ OK。小爱，我觉得小爱很可爱耶。其实我觉得他的生活很有趣，他一直会跟我分享他生活上。他很重视爱情，他真的是他的全世界就是爱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可爱。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抱着想要交新朋友的心情，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觉得说到底要怎么办呢，这样子才可以让整个感觉上比较融洽起来。但后来我觉得也不能着急啊。这个我要放哪里耶？我觉得她应该是不太哭的女生哎，这个太早，我还没有办法说定。哇，你看，哇，果然是 princess 的生日。你是喜欢 surprise 的人来的？还好哎，其实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得到我喜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给我 surprise 又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的，所以你会 prefer 那个人先问你，或者是先调查我喜欢什么，再给我那个 surprise， 就是要这样，就是 perfect 的哦。我找到一束花， OK， 这个给他。你的手这样子啊，你不要眨眼，因为我没有戴眼镜。哦 ，OK。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还有一束花，还有一束花，耶 ！Happy birthday！ 我们这边彩，你戴这个 ，OK。哎呦，我抢完了！我还没有许愿，不用急，我们还有其他蜡烛，我们还有很多。来，小公主，爱你先。哎呦呦，谢谢你们。你知道我今天生日都还没有好好的过过啊？真的啊？不用急，我们陪你过，没事。OK，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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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陪你一块儿过啊！导演讲什么访问？耶，我去点，我的，哈哈哈哈 ，OK， 因为是你们也找来的，哪一个？这个啊？这个实不相瞒，不是我们准备的，是我在这边看到，然后我就拿。这个，我要不要来这里许愿？来许个愿，我希望我可以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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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OK， 然后第二个愿就是这个节目很多很多很多人看，然后我们三个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耶！然后第三个愿望就是我还要有30个愿望。OK， 我们可以等很多很多愿望，不要许。我们猜的那个愿望没有讲中，是愿望没有讲中。哎，没有，你要快点，耶！什么愿望？你们猜什么？我们猜应该会是跟爱情有关。哎呀，爱情这种东西，不要讲这种爱情这种东西好吗？哎，你要来切蛋糕嘞 ？OK。刚刚还在那边一摸一摸一摸，这样这么导演 boycott 我。
叫我们两个上来，然后我一个人自己在那拍照。我们要不要三个人一起拍一张？好啊。你的花啊，这个花不想拿。为什么你要便宜？没关系，他就记得我们送了，这是最丑的。我有本事就是路边采草。看，假的。哦，假的，假的。所以你永远都会看到他。其实 Kendra 有让我惊讶这一次的旅程，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以往可能在工作上遇到的他会感觉上真的是轻松很多。我很肯定他们是我的旅伴，而且我跟他们一起我也觉得很开心，暂时没有烦恼。哦，昨天你们有拍到我流泪吗？感动了一下，因为其实我今年的 birthday 没有太过 celebrate， 就挺伤心的，就有一点遗憾。因为一直来就是我每一年生日 party 就是都会有很多朋友给我 surprise， 然后就刚好失恋了，就嘿，哇，我只想用沙发睡觉。来，我的脚很累，是不是？超累。我们谁先洗澡？来，剪刀石头布。公平啊，公平啊！剪刀石头布。最后一个洗，我随便，你要先洗就洗吧。没有，最后一个就对了。我怕你阿酷。剪刀石头布，好，你先洗。OK， 我先洗。为什么我要出布？一般上正常人都是第一个先出剪刀的。是吗？是啦，我一般正常是先出石头，可是我想要做出改变。雨贝贝 ，Go！ 怎么我的这样大声呢？你们的有声音吗？我的也很大声，是体重的关系。哎，我都没有声音哦。慢慢来，是我的问题吧？是我的问题。可以，我脚在抖啊。其实我挺顺其自然，并没有去期待什么。我觉得人生就是不要太去期望，还是期待一些事情会发生 ，enjoy 整个 moment 是最好。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明白有些事情是必须留在那里，有些回忆跟你当下享受的感觉是必须留在那里的。生活很多东西是你经历过，你就必须要放下，因为只有你继续前进，才能够好好的继续过接下来的日子。旅行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OK 啦，这样我先去冲凉啦。我们两个 enjoy， 不如我们再玩多一次。OK， 我 OK， 我 OK 来，我们直接定啊，是七天的秩序啊。OK 啊，剪刀石头布。OK。我跟你剪刀石头布，我七天就是这样子，我先 OK， 我在中间，你可以，我在中间，我过得去。Everybody， 辛苦了 ，Good night， 好苦啊！好，我们下一集见，记得 subscribe 我们，拜。